英哥，自细汉踮伫咧山上的所在拜师学艺，种为姊妹也陪伴踮伫身躯边。我孔雀嘛是同样，自印象以来，在这个山上，大家姊妹啊，咱两日生对伫师傅的身躯边，伫咧勤练功夫。即马咱嘛中大成人，咱也有全新的好武器。对啊，我很愿意嘛同款，暑假两个人拢陪伫我的身躯边，虽然师傅逐工教我练，可那么冷的话，哇，真正我唔知道要安怎。讲起来，咱无来自无同款的家庭，虽然讲咱拢是孤儿，自细汉踮伫同一个所在中大成人，师傅对咱也有所交代。如今看起来，那也人缘很大，感情也真合好。而且师傅伫咧交代，功夫若三日无溜，就要爬上树。不如安尼，趁今日有闲工，咱同齐来去山上的所在。师姐啊，你就是安尼生，莫怪呀。咱三姊妹啊当中，师傅上爱听你，因为平常时你上爱听话。师傅若讲过什么话，我拢袂记实的，你拢记甲真清楚。师妹，你若安尼死讲咧，讲起来，人伫咧讲的，生是请一片勇的功劳大如天。师傅对咱是有恩在心，当然，伊所讲的话对咱的教导，谨记心肝内，这是应该呀。所以我坦途是安尼死讲。并无虾米唔对啊！你想想衰咯，要哪样的小事，像你所讲的，出来去外面的所在练功夫，行。小师妹，我已开开始，我改斗三工好。行，同齐来去，来去。平常时，咱伫咧练功夫的所在，